手撕面包，讲起来倒霉啊。一箱总共是十包，平均一包是80克，好像是。千层手撕面包，一箱总共是十包啊。这个面包手撕的面包卖的特别特别火，就是属于爆款的。给你们看一眼，这个面包就是它的口感特别松软，特别细腻啊。这款面包是我卖的最好的一款，所有的面包当中我儿子最爱吃的就是这款面包。早餐你们配一杯牛奶，一个面包配一杯牛奶吃的板板正正的啊。嗯，香甜。我太喜欢这面包了，你们也可以蘸着牛奶吃。录一录，我想到了一个吃法啊，蘸着酸奶吃。哎呀，你们早上可以配一杯酸奶，配一杯牛奶。嗯，我太爱这面包了。